大家好，我现在江苏常州，今天我们乘坐 B23 路公交车到钟楼区那边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条路还可以啊，一点都不拥挤。我刚才门口那段路的话，车流量很大。如果老城区都能像这样畅通无阻的话，那就完美了。今天要下雨，所以我上午就抓紧时间出来玩，然后吃过饭的话，下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因为下雨的话很麻烦的。路过繁华路段，看一下这一块的高楼大厦也是比较多的，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相当宽阔啊。哎呀，主干道上那个车流量就比较好多了。钟楼区，我们过去看看那边有没有钟楼，在地图上没看到，到那边才能确定。这里现在路过的是青年广场，等有时间的话，这边我会单独过来看一下，因为这一块地方感觉还是可以的，有几栋老楼，但是我最想找的那栋老楼，我把常州都走遍了，都没能找到啊。所有的角楼基本上，你想我在这边玩了8天，那栋楼如果存在的话不可能找不到。那个可爱的面包公交车小巧玲珑啊。前面这个桥我昨天坐那个 B1 路也路过了，今天坐的是 B23 路。这个下面是一条老的大运河。常州博物馆不知道要不要预约，如果不预约的话，有时间的话我过去看一下。因为我记得在扬州的时候他都要预约啊，像常州这边的话游客量还行，不算特别大，好多那个恐龙园啊都是同学们比较多，散客游团队外地游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多。上一座小桥，在常州玩了，今天第7天了，就是东南西北我基本上都到了，基本上都到钟楼区这边西太湖，然后武进区的湖塘，包括七树堰北边的那个叫什么常州北站恐龙园，然后基本上都到了东南西北，包括花博园那边都到了。远处像伞一样的那个建筑是水塔，建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那都是老建筑了。一个城市的老建筑啊，它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水塔要造成那种形状呢？特别有意思。在常州游玩的这几天，吃的还是特别好的，没有拉过一次肚子，无论是早饭还是中饭、晚饭。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的优秀。现在经过的是老新村，所以这边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居民非常的多。进入老新村以后，基本上300米就会有一个公交站台，刚一启动就要停车，300米过红绿灯就有，真的是多得不得了。这段路说300米一个公交站台都不对，我感觉就150米，150米就有一个公交站台，刚一启动就到了，厉害呀！公交站台密度太大了，不容易啊！终于看到高架路了，这是常州为数不多的一条南北方向的高架，太少了，至少要多建5条高架路才行。这应该是往那个西太湖方向的那条高架路。这段路好多了，至少不会150米就一个公交站台了，这个距离拉开了，至少有600米才会有一个。刚才那段路真的太夸张了，真的150米最多200米就会有一个公交站台，密度大的惊人啊。你像这个距离就差不多了，对吧？这就正常了，600米到500米一个，这还能接受，至少一脚油门还能跑一小段距离吧，不然你说这个150米200米一个，那多夸张啊。下车了，终于到达我要来的钟楼区了。这个给我的感觉，常州的这个公交站台的这个密度恐怕在国内我遇到的就是最大的一个了，就是150米一个公交站台，恐怕还没有哪个能赶得上。我之前遇到过一般也是300米，那就算是我都感觉不得了了，
300米就一个公交站台嘛，有的城市它也是这样的，但是常州居然它150米就一个呀，真的，那就几个公交车排起来就能赶上那个公交站台了，真的太夸张了，150米。如果不相信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 B23路啊，当中那个公交站台密度最大的那一段，150米就一个。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下期见。